普及很重要，需要有保存，最怕就不用哦，不用，因为门窗都关着，哦，里面不通风，就很容易坏。我们修古迹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现代的人们横向的人文环境跟纵向的历史环境有一个连结。未来圆山别庄将会定位成一座融合新跟旧的一个展演空间，我们将着重在更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